案犯陈同佳来台延后三个月，让争议继续烧。苏贞昌说出重话，政府早就知道事情不单纯。现在看来，政府步步为营是对的。原来早在几个月前，马英九的密友律师已经到香港为港府反送中解套来破话，他的律师为凶手辩护，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，将心比心，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。苏贞昌直指马英九的眼泪也是剧本中重要的一步，用舆论压力想逼迫蔡政府屈服，没想到密友陈长文曝光，一切通通现形。政贤牧师居间跑腿砍高啊，国民党再来吆喝唱和，现在照妖镜一照，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形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，台湾被卖了，我们还在帮人家算钱呢。孙昌直指陈同佳案背后的引污者，包括马英九、陈长文，甚至国民党团，三方都卷入案件中，让单纯的司法案件变成政治陷阱。竟然是国内有人和中国谈好的一个架构，硬要我们吞下去。你们到底是心向着香港的林郑月娥？还是真的是为了司法正义？外界关注陈长文跟马英九的关系，马英九透过办公室发出声明，怒批政府造谣。现在随着陈同佳延后来台，争议持续延烧，正义没有落实，却让政治有操作空间。三讯无成名谢孟哲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